今天要来喂韩立吃药，因为韩立身上有湿疹，然后韩立应该是有绑带，然后束太紧，然后怎样？他就是，这边有一颗，胸旁边有一颗，好吃然后旁边有闷的。不要给他喂这个，让他平衡点。那是什么？就是就维他命 C，我们要，狗狗然药。后嘴角在旁边塞进去。你第一次喂药哈？对。一秒，昨天已经喂过一次。我昨天喂过一次了。不是，昨天是大哥喂的。一秒一吸气，让他把他头抬高。让他往后啊。一秒一吸气的速度。好嚼好嚼。你舌头一直伸出。这个味道跟我们吃的药差不多。对。你又知道对了嘞，他是有加那个糖浆，他可能哦有闻到味道了。有干净了吗？然后把它洗干净，那个针头洗干净。我嘴角有问题。乖乖。把针头洗干净，把它乖乖耶，把它拉出来。要不要看有没有好一点？有那么快吗？韩立马上喝水漱漱口。韩立不会漱口。韩立漱口。好。然后拿去放在那个篮子里面。说，好了吗？干净了。好，来开箱。哦，好哦。真的。